看花眼了啊，这就光了。对方两个底兵啊，自己底线一个，我这边底线一个，还要坚持，给你制住，别拱了，一会儿给你困毙了。用士去看士啊。是还能往哪儿走啊？没地儿走了吧？是已经被定死了，现在就剩老帅了。是也不能动了，全部困住啊！走，一二一。我这四个卒，冲！怎么还不投降？等啥呢？会玩，这控制的。只能送兵了，再走一步就没得走了。嘿嘿，可以，不来了，换了一个人。现在有抵住15000的了，下这个中继场，然后只够下一盘的，希望运气能好点。从开局来看还是比较顺利啊，这个马还是很舒服的。先一顿蹬，可惜蹬两个兵。这个马可能危险。还好，有点烦，居然翻了个车出来，这个正常应对啊，他想翻兵啊，很坏这个人。又翻个马，我会搭理你吗？马二退三，那就换了吧。换了马一进二，你不怕吗？这步棋不凶吗？不知道吃，反正不是车。我这给他杀坏了。运气不佳呀，吃个象，我操！哎，终于挖了他一个车，行了，赢了这棋。现在就是顶住啊，顶住他的攻势。这个要飞我，他也不飞。哎呀，这步棋不好，应该憋住马。他也没跳。中间补，这马八进六挺厉害的，现在顶住吧。刚才就应该卒三进一啊。这样就没事了。
对方已经没子了吧？还有一个炮，现在这两个字儿啊，不管它，先补齐。出帅，准备吃我炮，这个炮好不好生根？太好生根啊！准备气回去算了，聚三平二。聚三平二，他吃炮，再马三退四啊！这个手段我还是会的。炮进二也不是不行啊，但是一般吧，给他马八进六啊。我这个手段明显就是比较，体现了比较精湛这个象棋技艺。这退一将把中士一挖，踩兵就赢了吗？不错啊，赢了铜钱。平兵守住，因为我觉得就应该翻出这个子儿，就立马认输了啊。现在他马八进六，还有一个小反击，正好不能马六进八，马六进四吧，准备抽子啊。正好还不能车七平六，很痛苦。眼看着下一步要退车抽将，车五退三抽将，啊，可能应该平车吧。像这样的话是个换啊，是个交换，退马将，赢是也能赢。进马将上来，还是车换了算了，稳当一点。这边他要卧槽。卧槽，就回象挡，先把这个吃了吧，消灭他的物质力量。哎，被他抓了个双啊，抓了个双倒也没大碍，优势太大啊，子儿太多。马抽车，他回象，意义也不大啊。横兵准备拱我，拱我就不理他。按道理说，我现在还有一个炮啊，这个我补起来就怕是个卒啊，有点自寻烦恼的感觉，索性不要了。万一是个卒，将来让他运马给我闷杀，这就不好了啊！现在有个卧槽，有个挂角，挂角我回士挡，算了，撑起来吧，应该没什么危险。果然他没拱是养虎为患啊，这样就完了。是，还有3分零5秒啊，现在必须这个严密关注这个时间。这就随便了，这儿还有个炮在这守着，他这个士也拱不死我，下步卒进一板啊，牢牢的守死他，然后就是我的反击时间，
是我像吗？又翻个士，那实在太稳了，这个士实在太稳了。有卒，其实是个卒也不怕啊。他，我这边有个炮，可以把他这个兵死死的管住。这是要去哪儿？不管他了。这局太稳了，还剩个兵是吗？一二三，对，两个兵。那待会儿卒顶上去吧，啊，顶到这儿。看不清，乱七八糟一堆子儿，字太多了，看花眼了啊，这就光了。对方两个底兵啊，自己底线一个，我这边底线一个，还要坚持，给你制住，别拱了，一会儿给你困毙了。用士去看士啊。是还能往哪儿走啊？没地儿走了吧？是已经被定死了，现在就剩老帅了。是也不能动了，全部困住啊！走，一二一。我这四个卒，冲！怎么还不投降？等啥呢？会玩，这控制的。只能。